好，来吧 ，Let's go。存档。为什么刚刚感觉好像震动？手机画质比较烂，但是不会。好哦。那不是刚刚那两个人吗？我还是不要看那个地方。他们长得好像原始人啊。很喜欢一直抖动。嗨，白羊，谢谢谢谢。最近雅思直播时间我都放学在写作业啊，辛苦了辛苦了。这门可以开吗？不行。这门可以开吗？不行。好，那应该就只有这里了。感觉好恐怖啊。他那边就脏脏咯。对啊，等一下影片被锁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这是顶楼吗？好恐怖哦。那两个人还在吗？那两个人不在了。这边破了。哦，这是正常的。有血。死人。这可以开吗？哦，需要钥匙。我先看一下这个房间有没有钥匙好了。打不开。哦，电池。打不开。杨爸爸好久不见是怎样？死人。看一下，不对，这个安全性来讲，哦，看起来不太重要。好，那应该就是走这边了啦。什么声音啊？哎呦，是那个沃克。哎呦，好恶心哦。他把人的头给拆掉了，打不开。打不开。欸，那我要往哪里走啊？嗯，奇怪。那有其他路吗？这里吗？欸，不行啊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所以我现在应该要往哪里走啊？先把所有后门打开。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卡片，浴室的钥匙。浴室在哪里啊？浴室啊，这一间吗？我先把电池装一下。门可以踢吗？不行欸，不能踢门欸。对啊，跟尼亚斯一样看五部时边吃晚餐。你说恐怖片啊？啊，恐怖影片。嗯，还可以了。欸，我看到有小屁孩讲莫名其妙讲87耶，直接说拜拜好了，不想浪费时间。这些迷你盒子人瞬间降低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来吧，看一下。嗯嗯，什么声音啊？离开浴室。好暗哦！好恐怖哦！安全保管室里有你要按的开关，应该不是那间吧？没关系啊，等一下再按啦。所以我跟各位观众讲啊，就是说我会选管理员，是因为等一下啊，我先跑完再说好了。等一下，看起来没什么东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这边有路吗？
哦，这边是刚刚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不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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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是哪里？文件。威尼克死亡证明本。高龄导致的心力好像看起来不是很重要。嗯，你不觉得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屁孩，我所说的屁孩不是年龄啊，是行为。每一个屁孩的一个特点就是很自以为是，啊，他的自以为是不是自信，是他的自以为是。我觉得自以为是跟自信不一样，高傲不一样。那自己，我所谓的自以为是，就是说会造成别人的困扰，比如说觉得别人就是比他弱啊，然后就是嘴炮啊之类的，这就叫屁孩。屁孩就是那种他会拿他自己跟别人比，就是比人家烂的地方，人家比他烂，所以他就比较强，然后他就好了不起，这样，这叫自以为是。那如果他是拿说正常的东西比的话，就还好。哎，这是回来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敢跟别人比，就是别人比他优秀的地方，通常就是比较，应该说这样子啦，比较谦虚啦，对啊。这个按钮对不对？等一下啊！有电池吗？这里是哪里啊？我要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要按那个按钮，电池。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嗯，不敢看。哦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哇，这么猛！哦，哦，他进来了！哎哎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哈哈，小屁孩就长这个样子。哦哦，他在敲门，他在敲门。哎，不对啊，不是这个。哦。对不起，锁住了，完蛋了！我感觉我完蛋了，不行，这边失火了，我过不去！哦，我是死掉了，还是这是正常剧情？哎，这是正常剧情啊！我以为我要死掉了，我以为我要开始雷了，然后等一下有小屁孩说：“你玩游戏玩那么烂，为什么可以拍影片？”我以为我要死了，哎，结果没死哎，这算好运吗？哦，好暗哦，我的妈呀，为什么一定要马上就变这么暗？这是哦不一样的地方，我刚刚是看到那边有一个人啊，哦，死人。这 V 八真坚硬。Nokia 3310版的 V 八，哎，屁孩，看他又死了，我都玩的比他强，我可以来拍影片了，我可以拍影片比他红了。屁孩永远搞不清楚状况，什么搞不清楚状况？就是说东西总是有分类的，比如说有人打棒球打的强，可是你怎么知道谁棒球打的强？棒球打的强，有人比如说他很会回棒。有人很会接那个球，那所谓你棒球打的强是什么？十项全能嘛，不一定有这种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小屁孩就是习惯说啊，玩游戏就是要玩的强，所以才会有人看。对啦，玩游戏玩的强是的确会比较多人看，但是这不是重点啦，又不是在玩电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快没电了。